刚训练完。啊。互相交流一下情报。什么？开玩笑了。不过最近感觉好久没见你了，在忙什么？后天要比赛了，我们都在训练呢。那我们做个约定，如果后天比赛我赢了，你们在场上答应我怎么样？答应什么？如果我输了，你就再安慰一下我呗，别答应我。白宇，那个学长，我有事先走了，拜拜。